主料，小肉片两只，辅料，独蒜头三粒，姜一片，葱三根，酱油，盐二勺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肉切洗净处理好，葱切断，蒜切片，姜切丝，油入锅，下蒜头，最小火把蒜头爆到微黄，蒜的香味入油，关火，捞起蒜头，最大火，放入蟹爆熟，放入姜丝和葱段，爆炒，放酱油、盐，起锅，烹饪技巧，里面的蒜头就不要了，不能放入蟹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